起立。请各位就席。新冠人数。我啊，安尼，服务中医大事，发给万福师啊。讲遐话吼，有够精彩。督导区。因为场，你讲话时吼，我拢非常注意听。上界注意听，就是尤其是我知影伊是细汉的时阵，宋南海保家庭生活非常的歹，但是伊吼真爱读册。无管是因老爸迄个时阵家庭的经济无好，还是伊妈坚持要读册，伊的精神甲咱现阵是台湾的新情况啊、状况啊，差不多是。最近四月二八的时阵，还有我做梦那个，是顶礼拜，顶礼拜，没有重庆，我嘛不是顶礼拜，四月二的礼拜四嘛，吼，顶礼拜拜四，拜四呢，咱台湾民政府吼有发到。六百个人去 AIT 刷的过去日本的高龄学会，去日本的高龄学会啊，虽然咱已经是六百个，其实咱去刚来七百个。都是出百万。你知影咱台湾民政府现在是压边有资金嘛？我即马外口有资金，我所谓外口来资金，就是讲三明区啊，多啊。蔡总，你伫甲咱讲，美国照道理来讲，爱甲咱支援，谁啊甲咱支援？美国爱去歪去支援，中国歪去支援，所有国家，谁啊讲一定都爱支援台湾？是不是伊欠台湾？是因为伊占领台湾。咱大家拢知影，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法，战争不是无法律的呢，不是讲清清菜菜，我要甲你占领，啊，占领战书无管，啊，是讲占领国家就将你战书甲你消灭，将你的国家甲你并吞。以前咱看电影的时候，是1820到1830，拿破仑的时代以前的战争就是这款的战争。就是建立的为王做王，建书的投降，所有拢来抄家灭族，土地变卖的，那是以前在拿破仑时代以前的战争就是安尼。但是伫拿破仑1820、1830以后，欧洲一寡国家。感觉讲，会安尼袂错。有一个战争法的规定开始造成，上界重要就是一个规定，叫做占领袂使移转人的处罚。啊，若无啊，这个世界吼，到落尾啊，可能归一统。就是美国，若照现准时看的，美国的国家的。强啊，强势，伊会当拢总甲你讲，因为国际上有这个占领袂使移转主权这个问题，尤其是战争法的以前，敢有法律？有啊，有一款国际法啊，袂输敢这个万国公法 ，Law of Nation。万国跟公法的以前还有一个法叫做自然法，自然法人嘛讲是老王家上帝的上帝法律，什么法是上帝法律？简单来讲就是，好比讲每一个人拢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法来定义的。
自然法以后，搁有这个万国公法，万国公法的下骹，就有条约，包括真侪国家的宪法，拢是袂使去违反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在咱亚洲上界拄啊开始因为阮迄个运用这个万国公法是啥物啦？日本哦，咱大家伫这两三个月有看一部影片叫做《岸本龙马》。岸本龙马就是主张反国公法。岸本龙马开始主张，而且伫幕府时代推动这个反国公法以后啊，明治才开始维新了。所有的一切法律，甚至讲将这个欧洲的、美国的照抄抄来做因日本的法律。上好的一个例就是牡丹社事件，恁来知影这个？就是日本人拄着台风，去予台湾牡丹乡的原住民啊，台了，要求清朝讲。迄毋是我的所管的范围啊！迄台湾的原住民毋是我所管的范围，所以我无要赔。但是日本迄个时阵啊，幕府的时阵啊，就是用万国公法要求清朝赔偿。后尾啊呢，清朝照这个万国公法有赔，所以清朝。伊落尾啊，伊嘛去翻译万国公法的中文版。伊用万国公法的规定啊，迄当阵葡萄牙伫迄个跟当的附近啊，因为伊这个船啊，含中国的船有发生纠纷，清朝嘛用万国公法要求这个葡萄牙这个船啊来做赔偿，伊嘛照。所以这个代志，你甲看看以后，你就知影讲，这个世间，这个国际上，唔是无法律。但是咱台湾，从以前到今日为止，无人去提起条约会当来管台湾。甚至你甲问你若有朋友的囡仔读法律的，你甲问讲，啊，你伫校外内底啊，捌读过？什么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我给你保证，啊，我是一百分讲，我捌读，我的囡仔嘛捌读过，啊，迄个旧金山和平。他毕竟，今日台湾的地位的元素，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以后是1951年9月初被签的哦，1952年的4月2日被生效哦。一直到1979年，美国才来发布《台湾关系法》，而且《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我跟你讲，这个内底有真济代志发生，但是台湾人完全拢唔知影。2003年10月24日。林志坚和218人控告美国政府。彼当阵，伫高等法院辩论的时阵，美国派律师是哈佛毕业的，法官甲伊问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即马伫美国已经无效啊吗？这个哈佛代表。国务院的律师伊回答讲，他咪讲，拄啊开始未晓回答讲，到底是有效无？但是法官随家讲，伊讲我来替你回答。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日为止，还阁是有效的，因为伫美国的高等法院迄个时阵。
辩论的进程，国务院的法官有讲一句话，伊讲美国已经用《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伊这个中是美国中华民国中美，中美的共同防御协定，1954年来取代了着旧金山和平条约。当时有真侪人拢无咧注意，但是呢，当我看到迄当阵辩论的时阵，我就讲这个案，咱台湾人一定赢，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条约的地位是经过参议院、众议院拢同意，所以呢，这个条约的法律的位阶啊，是等同宪法同款。那宪法是一定要遵守的，所以无会讲。但是因为美国的总统是有外交权，这个外交权伊要对台湾安怎处理，是要照美国的总统所交代的话回去做。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所演变的情形。咱来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9月7日签，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才来签和平条约，你一定感觉真奇怪。你还没签和平条约的以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一天，那天是什么日子？你敢知？各位，有人讲中正 ，no， 不是叫做中正。日本投降是代表讲暂时停止战争，不是终战。什么时阵是终战？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那一天叫做终战。所以大家人基本上这个头脑要清楚，因为日本宣布投降，不是表示讲未阁烧钱的，照常会当阁烧钱啊。8月15日，日本宣布停战以后啊，苏联对日本的侵略也是照常去做。所以咱人爱知影讲，这个所谓的投降，不是代表终战，绝对不是。但是有真侪咱的报纸乌白写，啊，咱知影乌白乌乌白对，所以咱的头壳爱真清楚。所以8月15日日本投降，不是表示停，迄、那个不是表示讲停止战争，只敢停战而已。但是到9月7日，伊日本按迄个日本台湾的签的迄个条约的时阵啊，日本的投降书，秘书里见的投降书，迄、那个物件就是咱这个图即马看到这个，迄一天才是正式的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所以9月2日，啊，即马有人在讲哦，讲到台湾的地位哦，啊，日本的这个9月7日，日本的投降书，日本天皇8月15日的投降，啊，煞来佫甲你讲加一个开罗宣言，安尼台湾已经变作中华民国，不对，因为投降书内底并无对任何的领土做出处分权还是支配权，喏、哦，迄一天，唔是讲台湾的地位就已经改变，到迄一天的位置，台湾还阁是日本渐渐失去的领土。9月7日签以后，麦克阿瑟发布一般人民第一号，一般人民第一号是三两去签署的，杜鲁门签署。不是麦克阿瑟伊家己讲，派蒋介石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
不是伊有权利，他没有权利。企业顶管迄个啦，最严格来讲，台湾这块土地的占领者是什么人？杜鲁门。但杜鲁门伊是负责外交的事务的人呢，所以杜鲁门呐下台以后，都交予伊后任的人。所以一直搞到今日是叫做奥巴马。因此呢，咱若要告，当然告奥巴马，伊是杜鲁门的接班者、继承人。整个的法律的定数就是安尼。最近我理解，你讲台湾到底是属什么人？台湾人是属啥的？我讲，因为这个文章我未写，但是我先讲给各位共同分享、分享。这个部分我爱保和瑞知影，所以我要下卡一段，我用那个北京语。马关条约，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第二条说，台湾的全部 （full sovereignty）， 全部的所有那个主权啊，拢总挂吼日本，挂日本，安就停了吗 ？No， 挂日本什么人？挂日本什么？日本政府吗 ？No。日本天皇，日本天皇哦，你难看，这国际上哦，这款的这种法律是非常细节，而且非常精确的哦。所以台湾人在迄个时阵，从台湾的领土、台湾的人民，从那个时候开始是属于谁？日本天皇。啊，这边演变哦，现在再来就有演变哦，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然后到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本天皇被麦克阿瑟的宪法地位改变。那个时候开始，日本人本来是归属于日本天皇，台湾人也是归属日本天皇。但是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日本人民开始归属于日本政府。问题台湾呢？台湾人民，台湾人民没有被麦克阿瑟的宪法排除掉，所以到今天为止，台湾人民的归属权、直接的管理权是日本天皇。各位，这是我上礼拜我发现。因为为什么我发现呢？因为我们已经跟日本政府讲，下个月我们要告日本政府。我可请告公民，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你们讲，伊是日本的人，请你亚洲。以前爱有人亚洲的嘛，啊，你无亚洲的到位，啊，无你是你们讲美国的吗？日本天皇属于美国吗？哦，你明白。这个问题我问日本人，伊嘛拢不知道。日本天皇没有国籍啊，你有惊到无？你有惊到无？日本天皇没有国籍啊。这个代志，因为美国政府、美国的法律跟咱讲，台湾人没有国籍，所以我一讲，我一跟日本人讲，我跟日本人讲说，你以后要称我天皇，他就说，我说日本天皇是没有国籍，台湾人也没有国籍，所以日本天皇跟咱讲过的，你有听到吗？没办法。你真趣味，包括我甲日本人、日本政府去讲，日本政府上台嘛，我爱上去辩辩讲，你讲会对。4月28号，南京日本交流协会，南底上面在讲话的时候，日本交流协会派了5个秘书在底下，所有的我们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下，你拢记完。
记落来吼，到交易协会秘书啊，秘书特别到来甲我问，你恁讲的迄个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的诏书吼，啊，我奈无，我有啦，是我的新台湾论内底386页的关于天皇的。当时4月28日迄一天，在日本东京有一个纪念会，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纪念会。当时有20几个参议院的参议员跟众议员，咱嘛是赶快以交流协会发言，啊，甲 AIT 所发言搬，去甲他分300几。分了后，日本的参议员啊，有透过伊的秘书卡电话给咱，伊讲。我乃唔知有迄个4月7日日本的天皇的诏书，伊讲哪真正有这个诏书哦，安尼台湾的地位啊，台湾的地位不一样，我们会争取台湾要还给你的。哦，不可能，因为当年在1950年的时候，联合国和杜勒斯有讨论，那个机密档案里面有写第5点。伊讲要有台湾呐、啊，自治，要有台湾主体，不是主怪哦。占领区没有自觉的权利，因为你还没有负责战败的责任嘛。你的先负担，不管是咱的阿公也好，咱的老爸也好，建树的建丁，咱来负担嘛。啊，为当然讲，台湾人就讲说。啊！第二是这个人，我也无去捡啊，那是阮老爸什么人去捡的？你知影咱台湾人吼，喜欢那麦克阿瑟，那样人气台湾人，你敢不知影？我跟你讲历史。1941年的12月7日，日本去奇袭珍珠港，珍珠港叫弄到密密麻麻。12月7日，为高雄的机场，飞100几架的零式战斗机。将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100几架飞机做一摆哦，全部消灭。日本岛外有拍一支，麦克阿瑟走出来伊的办公室去看，只飞机为着来，无俗甲讲为台湾来，又哪有可能？遐尼啊远，哪会飞得到？日本人是重要。零式战斗机啊，足轻的啊，油低足多啦，但是伊防卫能力零啊，迄支装填拍落都弹落。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伊的国力啊是全世界第一名。伊去当阵航空母舰有几只，你知无？29只。今日中国已经战争战遐久啊，中国有几只你知道吗？我袂讲，半只嘛无。迄只是伫粪扫堆，乌克兰一只退休的航空母舰，本来伊的商人要甲买，等于引导做海上旅馆的哦。伊去甲买2000万美金啊，台票6亿啊，啊，台币咱再来钱，咱毛值的。迄讲叫做航空母舰，当然伊会擦擦的啦吼。因为航空母舰内底尿些人哦，尿些。我唔知，我无看。迄个航空母舰，我甲你讲吼，因为讲到这个所在，我想要去讲一寡军事方面的代志给你听啦。美国政府，因为咱自从过美国以后，美国有4个单位定拢有咧跟咱联络。我这无比当国别讲的，因为咱即马现主持你讲的这话啊，拢是现场转播的。啊，美国的台侨吼，是同款这个时阵吼，差不多1-2万人吼，拢伫看咱的转播。啊，无人相信小等的吼，讲煞吼，我电话就接到了。中国人的航空母舰，我跟你讲吼，若照我的估计啦，过5年以后啊，伊就做不出来。上无伊有三项物件，伊法度做。讲一个上简单的，航空母舰是毋是都战斗机爱降落对不对？
你讲安尼降落，安尼就煞吗？速度遐紧呢，都爱尻川配啊，有一个钩啊，有无？嗯。降落的时阵爱甲钩咧，啊甲停起来，安尼才会停啊。你若无迄个钩啊吼，逐只伊就弄落海内底。歹势吼，你毋通看迄个钩啊，中国无技术啊。啊，要甲英国买，也歪卖啊；要甲法国买，伊嘛歪卖啊。啊，迄个苏联买，伊嘛歪卖啊。所以到今日，伊也无啦。这有严重哦！啊，你若战斗机无法度来降落，啊，你找航空母舰要创啥？搁第二点，航空母舰足大只的呢。啊，若讲真正咧战争的时阵，航空母舰会变作标靶呢。所以航空母舰都要发展雷达系统，有一个防护罩。但美国即马是有十一只，现准是伫服役的，啊，佫有三只伫做。伊所有航空母舰，你今日伫雷达目眼光甲看伫即个点，但是实际上毋是迄个点，是无影离开一公里啊，是两公里的点。所以你若要甲拍，拍袂着。中国呢，明白。第三点。一只航空母舰的发电量，是等于一个上海市的发电量。中国无法，还佫有足侪无法度的。啊，过来，航空母舰做一只有效无？无效的，爱做几只？三只，原因是对。航空母舰若出房。可以一年不用回去他們的所在，但是如果回去要修理要保養要半年，所以 一個航空母艦的團隊要三隻才有效。現在現主席印度有一隻，英國有兩隻，法國也有兩隻，但是他們現在都沒了，因為他們覺得那個維護費收管了。啊！敢若即个中国，即、這个腿后面呢，又一天伊像苏联同款，因为武器的竞争，伊的经济会瓦解。恁通看讲，中国表面上伊的武力真强，实际上一煞无。这无和美国相差五十年以上。啊，谁嘛奈美国？我直接讲。鼓励伊发展，上好伊的军费搁较增加咧，增加以后有一天啊，伊会倒。伊的七大军区内底，所有的军区以前会当做生意的人，捌听讲，即摆较好啊，因即摆规定讲袂使做，所以李登辉一定嘛较笑。伊讲，若会当做生意的部队吼。免小姐，你若有机会去青岛看卖啊，遐有一个北海舰队，因遐军舰顶悬啊，是遐兵仔的内裤啊，皮伫顶悬。啊，即摆要怎呢？即种的部队我都见吗？所以大家吼，干那去惊，我讲一个，我较机密互你听。F-22 叫做隐形式战斗机，中国有几只你知无？两只，伫新疆。啊，但伊这两只，啊，照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甲我讲的，伊伫试飞的时阵，伊都看到。头一摆试飞一飞十五分钟，无唔对，伊起来以后，伊的机身啊是隐形的。但是，伊个引擎是用苏联的，但是讲歼十七也是偌济，迄个莫达足大粒个遐，伊迄个莫达吼，到伫个顶边飞起啊，伫雷达站看起来，我一个红点。美国伫笑讲，啊，这是我们的标靶，若要拍就拍迄个红点就好。啊，而且呢，
伊这个伊的歼二十就是把 F22 赶快的吼，伊这个飞机啊比 F22 较大4公尺20公分，所以内底你可见伊内底的电子零件绝对无法度保护，所以咱免烦恼，迄拢无效。啊，你讲？那真正中国要来打台湾，有可能哦？我甲各位报告，绝对无可能。其实台湾虽然现主席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管理，实际上台湾的保护是美国的军方在甲咱保护，不是中华民国这个统治中那个流亡政府在咱台湾在甲咱保护。咱现主席你买的军火，无一项是上盖新的，拢是旧的。啊，拢是旧的是安怎？因为为着应付美国参众议会内底一寡所谓的游说团体，伊个人的荷包嘛。所以咱就一直甲美国讲，你爱废除台湾关系法。你只要废除台湾关系，回去就这样和平条约就好啊。我若讲要废除台湾关系法，可能咱有真侪人讲：哎，你是嘛？你是替替中国讲话吗？我甲你讲，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人，伊英语写什么？你知道？The people of Taiwan。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布。一台湾人是叫什么话？你知无 ？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起来，两个拢叫做台湾人。The people of Taiwan 跟 The people of Taiwan 有啥物无共款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咱正港咱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住伫台湾这个土地底管的人，包含遐流亡的中国人。所以台湾关系法不是你保护台湾人，是你保护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我跟美国讲，伊蛮惊着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用英文写，我嘛看有呢。咱其实咱台湾人看无的英文都不足多的。Chinese Taipei， 大家拢甲反映讲，中国台北。”中华台北，那你就讲民主的讲中华台北，他们现在叫做中华台北、中国台北，不是啊。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 ？Chinese exile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政府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所以用恁现主席中华民国去参加世界组织，拢用 Chinese Taipei。全世界拢知影讲，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管的政府是叫做流亡政府，啊，咱台湾人唔知影呢。咱台湾，但是到底叫用什么名？独立关税领域。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美国跟墨西哥战争以后，美国的最高法院有一个判决。因为迄当阵有一个港口，伫墨西哥的港口，美国人做生意，啊，这个港口要交的税金到底要交予美国，还是要交予迄墨西哥？经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伊讲，这个占领地叫做独立关税领域，所以独立关税领域这个名称啊，就位遐出来。台湾今日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所以叫做独立关税领域。这包括李建民先生都不清楚，因为伊刚叫我去研究战争法，台湾的地位也伫甲问的，伊清楚甲问的。比方你啥，你敢知影这个？像咱加入 WTO 独立关税领域，我迄就是台湾这个土地是。要过红，这样子用。那么，咱的道呢？
你讲高雄港啊，甲嘉义港收的关税也高，伊的省市哦。不是，刚好管辖当局。啊，即摆是中华民国代替 USND 的管辖。所以很主席如果说我要抗税，我买交税进入中华民国，会使哦，还是比赛。所以我甲大家讲，卖遐急，后头是台湾民政府的对口单位是啥物人？有诶讲，安尼台湾民政府安尼来革命，安尼中华民国甲变过，歹势。会记哩哦，你有想过，互你来知哦。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毋是向中华民国接哦，咱是要向美国军事政府接 ，USND 接。所以中华民国的代志，含咱无关。所以中华民国含咱用咱台湾民政府啊，未发生战争啊，万免发生战争。因为一天一定要召唤你来，所以美国政府，你去年十月二九的时阵，希拉蕊伊汉兰岛有讲，南海地区这个岛屿要处理，爱用国际法处理。这是你个中华民国讲的。谁啊？南海地区这个岛屿爱用国际法来处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处理，包括对对的所在，日本的北方四岛，比那个日本跟韩国的独岛，钓鱼台、神卡古，搁台湾澎湖，搁一个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这五个所在，原来。原来拢是上来土地，日本的。啊，那日本的土地，这五地拢发生代志，战争的关。过去台湾人拢唔知影遮啦，全世界这土地领土拢无问题，只啊独独干日本这五个所在发生问题。所以这五个所在发生问题，写落来讲，爱用国际法解决。啊，国际法是伫倒，迄个就是有金矿、有金条咯。日本，伫咱即届是第五届啊吼，第四届，咱迄天上课上到上到22号，哎，23号、24号，二十嘛，二十咱上煞，日本政府其实，你二十派无个人，换咱遮啦，换上课三天。所以我迄礼拜我拄仔好，逐工拢住伫遮。日本足认真哦，日本人有够认真啊！上课的时阵，因这五个人拢无离开哦。为早时七点起来，食饭过，马上就坐哩。我一支北方四岛、独岛、神卡区，就是钓鱼台、台湾澎湖、南海。一个一个拢讲，清清楚楚，因为日本的外务省叫伊来问啊，不是讲日本的外务省来问尔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一个专员姓陈，特别请我去外交部，请我吃食饭，两届，伊刚问讲，林先生，我知影你有研究，我请问你钓鱼台上的。我讲你若要听，你得从头到尾来听清楚。我先甲你讲，钓鱼台是台湾的，但是台湾是日本的，所以钓鱼台上日本的。但是日本政府唔对呢，日本政府伊去哄唔对呢。日本政府，你甲中国去救赎这个钓鱼台，伊用什么物件呢？伊讲1895年一月份。日本天皇有宣布讲，神卡区是日本的土地。二月份的时阵啊，
大清帝国发表声明，讲反对你袂当将钓鱼台啊擅自并入日本的领土。但是，我做我日本政府讲哦，你用的条约唔对，你应该爱用1895年一月份以后过三个月4月17日马关条约，迄个条约才对啦。迄个条约的第二条讲啥？台湾含伊的附属岛屿，所有的权利拢挂日本政府。先看不就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你用这条就好嘛，你该讲哪一个重点？哦，日本政府恍然大悟，你想看咩？钓鱼台离开台湾340公里，与那国岛离开台湾110公里，与那国岛是日本的，但是钓鱼台属台湾的，不是很奇怪吗？它近呢，是属日本的。他们呢，属台湾，马关条约下来。所以马关条约，既然已经将钓鱼台挂给日本，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条，就像和平条约三条，琉球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1972年，无经过公投哦，会记得哦，不是公投哦，经过协商以后，吉田茂。啊，杜勒斯，你当阵签的时阵，这个吉田茂和那个尼克森签呐，签这个琉球啊归还，但是日本有赔钱啊，那不是叫做赔钱啊？你当阵伊敢往那开3亿几，但是开那个3亿外吼，比日本当时去赔那个啊做韩国哦的钱啊，搁较济。当时啊，琉球日本将迄个普天间基地啊，伊99年，搁再99年租予日本，租予美国。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有3个所在，是99年，搁再99年，最三个你知无？第一个，关塔那摩湾，谁来关塔那摩湾？伊当99年，搁再99年，因为。1898年，美国甲西班牙战争。1899年签《巴黎合约》，古巴这个所在挂给美国，但是美国国会老早伫宣战的以前，就要要求古巴爱独立，所以伊美国去占领古巴以后，叫古巴迄、那个所在关塔那摩湾爱做伊99年，不得99年。所以第二个所在就是琉球，第三个所在伫对伊搭，台湾。台湾什么所在？内湖啦。99年，搁再99年啦。你看有知影？所以美国人，美国的 CIA 为2000年，2007年开始伫甲咱接触以后啊，顶个月甲我讲哦。恁台湾人无常识，啊嘛无知识，做美国做遮尔啊济代志看无。当咱伫讲讲，今日台湾要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啊，一寡嘴仔面就甲你讲，啊，我外口都拢无看到美国，讲遐蛮厉害。这个月，美国的国防部要求民政府派两个人去参观 CCK。CCK 这个所在有偌宽，你知无？1700公顷。这个所在，中华民国所有人拢袂当入去。F-22 伫内底填三只，青山岗啊 ，CCK 就青山岗啊。啊！这青山岗穿这三只，咱毋捌看对不对？我跟你讲，顶礼拜汉光演习，汉光演习毋是咱报纸，伊中华民国报纸所写，讲伫台南啊。哦，
台南安尼降落，互你翕相啊，真好。搁一个所在封锁，但是报纸无写，就是无信啊。新竹无信这段，这段迄两架 F-22降落无停，搁飞起来，降伫前段空。飞的时阵，两边边的玻璃破了了，而且迄个鸭甲迄鹅啊，死几百只。以前的汉光演习，战斗机飞到要害，敢有听到讲死？敢有听到讲玻璃破了了？无啦，这片是 F-22我过一个证明，即马现主席伫普天间基地 F-22有十五架，普天间基地有几啦？十五架。你会讲啊，十五架是安怎？本来美国的夏威夷成军的时阵啊，成立这个F-22一个中队啊，是十八架，那会欠三架，新庄港。新庄港这个所在的空军的迄个头啊，就迄个雷达控制站的一人啊，不是中华民国军人哦，是美军。美军对这个民航非常的管理，非常的严格。有一摆，中国的客机慢五分钟尔尔，暗时啦，慢五分钟，你要求降落，伊甲拒绝 ，no。啊，伊讲啊，无你甲导航，导到台北还是导到哪里？美国讲 no， 转去。所以后尾啊，中国方面有发布一个新闻，新闻原来有吼，迄、那个。主力安排主力，下面主力迄个叫《自由时报》有写，就是中国发布讲哦，我无爱和你青山港哦对话啊啦。原因是安怎？美国咧讲着管制。咱除了着美国，互咱去看青山港以外，搁要求要互咱看其他的基地。你若顶回有听我演讲的，你就知影对。但是即马要求讲迄个基地，即马我袂使讲，因为这种伊拢看会着，因为咱种现场转播。所以呢，咱会当知影讲，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是100%。所以台湾会去予中国攻占无，绝对无可能。啊，详细休困一下，咱来个。各位不再讲，那好吗？谢谢。